性能比肩空投枪的武器你知道吗？游戏里有常规武器和空投武器，今天来聊聊实力比肩空投枪的三把武器，实力超强，可以一局用到结束。一、维克托。维克托虽然是一把很常见的冲锋枪，但是它的属性真的超强，秒伤有559点，比空投冲锋枪的 P90 都高，而且射速也更快，装了快扩之后只需要 1.6 秒就能完成换弹，并且稳定性也很高，很好控制，除了弹容量少和衰减大，真的没有缺点。二 M24 的伤害虽然没有 AWM 高，但也能一枪秒掉满血二级头，而且射击间隔比较短，还能安装扩容弹匣变成七发子弹，并且它的子弹随处可见，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。而空投里的栓狙虽然伤害更高，但缺点是子弹极其有限，所以 M24 的实力也能比肩空投枪。三 SPS12 这把枪集威力、射速、弹容量于一身，伤害超高，有225点，射速超快，射击间隔仅为 0.27 秒，秒伤是全枪械最高，是833点，而且弹容量也很多，有7发，并且伤害衰减还比较小，完全可以进入空投了。